就把糖粒二吧。啥？你怎么说？好人，Can you real heart 真的真心换换 real 真 heart？OK，心，真的真我也是心，个好我人。是真的真你是心，带刀好人吗？我不是带刀好人，我也不是带刀好人，我是一个单走派。我是有对象的，我就我实话 got。跟你说，不是。哎，不想要我过去。步步油炸鸭当我的面面刀，四油炸鸭口当了快，一个不名字还是谁，反正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。四口，然后步捡着刀，我就站在那个地方，我操，我都没动。但是他们刀了我旁边的两个人，我紧接着报了警。步步跟油炸鸭啊，大家一定记住，我步步操！跟油炸鸭过。对，等一鸡，下，什么鸡？车婉莹干嘛？自己，车婉莹提壶自己吃了个一坨大片加拿大，然后搁这裸点三郎，说是。不小心提壶啊，不出原因。在我面前吃了一个，然后，吃到加拿大自己报警了，过。哼哼，哎，在在，面前我没反应过来，没反应过来，毕竟这个进来就不是，就是我跟土地爷和孙悟空在一块儿啊。这把土地爷算了，他不聪明，他归不了票。孙悟空可以归，过。小白哥提壶呀，吃的加拿大，在那个公园的左边那边，你们有没有加拿大信息嘛？就他吃掉了，过了。啊！你怎么又这么简短？我在那个游戏厅里面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的电话机呢？我听说那个可以打电话，有机会有人能跟我打一下电话吗？谢谢。朋友们，Sharky 跟我真心换真心，然后说着说着他就爆开了。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信息啊？快快快快快快！太吓人了，Sharky 跟我说着说着他就爆开了啊！我刚才真心换真心，不。那应该是他们脸上的人倒掉了，然后带的你脸上的人吧，谁高？我听他们这样讲，小白哥是鹈鹕，那就更不敢出小白哥了呀，对吧？我想出布布，过。哦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不聪明，我归不了票？轰轰，我就看你不顺眼，我是肉汁儿啊，我就很硬。啊，你和猴哥说，你过来，然后往电厂旮旯走。完了轰轰说，完了完那个壮着的肉带汁你肉过来，汁来然后让我往上走。啊，你们俩都想让我单出，看你俩都不是好人，我要归票。轰轰，我肉汁儿啊，归票轰过了。你别急，徒弟，我们不要情绪化，知道吧？还有高手。小白哥他一踩二，然后呢这俩人说啥呢，说他是鹈鹕，他吃了一个加拿大。哪是加拿大呀，我头不不，我跟轰轰土地爷在一块儿呢，怎么样，我饱了过。哎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哎，这怎么办呢？狼言不想玩啊，这给鹈鹕崩了。什么操作？那我投轰轰油炸鸭。你有点嘚儿啊？投谁？啊？你投谁啊？不是，我都没投轰轰，你怎么能投轰轰啊？你有点嘚儿啊？王伯伦，我都没有点嘚儿，这不完了？猪猪，我跟你说，不是布布，你要跟我合作，你要说的呀！你们突然在我面上杀人，我好害怕，你把我也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特别好笑。肖三啊，哎，我肉汁儿，你刀子还我，我就像，我怎么不拉没事没事，零比刀快，哎，我了吧？出布布吧，龙榜一我在玩，我看看这怎么弄的。没事，还能出去，问题不大。不是，为什么出我呢？他当着我的面吃了一个，那就是加拿大。猴哥，你一定不是加拿大，他就是吃加拿大报的警。谢谢，那你要我去的未来，有我的一个点赞。谢谢你要去的未来的，请恕别问、哦、直播、哎，各位别问，问就直播。不，我觉得得出你。王伯伦纯纯就是呆子，你知道吗？但土地爷都没出我，说明我身上真没票。土地爷没投我，说明土地爷真肉汁。猴哥也没出我，我自己知道自己底牌。菠萝这把他只想打电话，他绝对是个好，他只上把呆了一下，对吧？
所以在我这里看来，谢谢我这把还会出不，而且你的求生欲太差了，他你就是来个这么一句就没了，过。有人呀，超人的手感太好了，那就出步步呗，过了。那就出步步呗，过了。过。出步步，出步步，过。谢谢鸭蛋的心语。出步步。嗯？我还没说话呢，徒弟。刺客为什么不拘啊？哎呦，葛老师的刺客。那你不两两人不让我说话？他不是胡歌报加拿大。还有两狼。刺客狼，我在等 CD， 你在等什么？小三，不是，我哥为什么狙击？是我在等什么？我在等一个机缘。波波打电话，波波，波波过来。OK， 你看这里有没有电话能打？他们觉得小白哥真去了加拿大。谁能听到？真的听到。猴哥要不要去看看轰轰啊？猴哥，怎么感觉轰轰有危险？咋的了呢？我跟詹一起去，好的好的，他去打电话去了。打电话问问啊。OK。喂喂。我们能加入？我们好几个人。喂喂喂，那个叫什么？微信群聊啊。我感觉有人使了。喂喂喂喂，来车了，来车了，来车了，天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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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拿这个电话呢？菠萝往上走了，菠萝。哎，天亮了，清除感染，清除感染。有人战死了，有人被撞死了，开车了，都死掉的是土地唱歌风啊，你们往左开啊，这把是怎么开的？干嘛呀？我想着难得那个有个 CD 开个车了，看看能不能压。No， 死掉的是铜猪。喂，博神呢？被撞死了，感染已经清除了，博神撞死了呗。哎，就你了，油炸药，快点吧。我侦探呀，哎，去你给我刀了吧，嗯，高手，啥情况？不是说不死不杀手吗？咋把电话一挂，仨人全跑了？我不知道去哪儿啊！你们晚餐店里那仨人去哪儿了呀 ？NPC 千面修罗、王菠萝，还有那个孙悟空，我这鸡腿，哎，我这鸡腿就是在这个摇铃的左下角。拱廊和晚餐中间这个窨井盖上发现的，他旁边还有一个被车压死的鸡腿，一个血迹和一个土地爷的鸡腿。然后你们仨去哪儿了？咱就说实话，这电话谁都不许挂。你们仨走了，绝对有原因的，事出有因。你们仨给我说清楚。油炸鸭我确实不知道，但你们哥仨跟我打过电话，咱一个微信群聊的，你们仨排挤我，自己走了，把我他妈踢在群里面。我说实话，你们仨好好说说过。我和 C 哥是猴哥。在下水道，那只有谁？那只有王菠萝了呀。过了，关我什么事？我他妈在下水道，我挑了两个那个感染源，手边不是要做一个感染任务。坏了，那你有点奇怪，我听一下 C 哥跟孙悟空怎么说。哎，怎么又坑妈被拘了一个呀？ C 哥，什么说啊、那应该是油炸鸭。快投红红啊！快投红红啊！为啥？我跟猴哥、油炸鸭在下水道，你去做任务了。铜猪被呛死了，土地也死了，轰轰报警，还能投谁？你不会真信了吧，大哥？我操，我信了。你玩个毛！怎么办？我受不了，玩的太准了，这个油炸鸭赢了。我靠！我CNPC 呀！这他妈能让他赢啊！这把不出意外的时候反转了五次吧得。C 哥觉得今天的节目不够炸裂，真的。铜猪是被车撞死了吗？来点节目没问题吗？我还有高手，还有高手。直播中，今天总共开了两
车，全场贵宾是吧？是的，跟我抢贵宾。